叫马建春，88岁，共产党员。1947年7月，我12岁跟随舅父参军，到太行区85军第50团舞蹈团务支队当卫生员。1951年3月，我军抗美援朝，参加了第5次战役、上甘岭战役和东海岸抗敌登陆等。第5次战役中，我们134团是15军先锋，把美军追过38县、北汉江，只追过这个汉城以南。这次战役我们全团用力集体攻。上甘岭战役我头部等及多处被炸伤，容力3等。上甘岭战役持续打了43天，美军向我军阵地发射炮弹，把我军的2个小高地炸低了2米多。这43天，我们在军长秦基伟指挥下英勇反击。战斗中，我们15军战士和12军战士用血战打出了志愿军的威风，打出了国威，为中国人民争了光。志愿军特级英雄黄继光、一级英雄邱少云和上甘岭特种工第8连等都是我们15军战士。这一仗，我们15军45师1万多人基本上打光。我们团卫生队2班战前有13名战士，最后剩下我和班长。所以这个美军在抗美援朝鲜战场上所谓的最强大一次攻势叫金化攻势，以上甘岭战役，美军最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类，一部分是在战场上牺牲了，一部分是年纪大都去世了，剩下像我这样的这个活到这个今天的不多了。所以我们想为国家为党多做点贡献，也没有那个力量了。所以我们就这个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这后边人的身上。